我靠，这么久了吗？哎，那没办法，那什么时候跟你们两口子一起吃个饭儿，吃个饭儿呗？不认识你对象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今天不是好好养胃吗？谢谢 Cycle 的十个飞机，不会是帮我过三星吧？我的妈呀，兄们！谢谢 Cycle 的十个飞机，谢谢 Cycle 十个飞机，谢谢阿菜家的 Sweet Cycle 的十个飞机 ，Cycle 大气，大家把我们三星的人头上一下。但是我等会儿拍摄可以把那个麦闭了，然后你们在旁边。我可以把麦闭了，你们在旁边看，就是看我拍。没事，你也可以直接跟我沟通，有必要的话我就再找我的经纪人跟你聊就好了。我今天无语了，我想让他先给我结算的。巧了，这是我姐姐，又25了，最高24，可以。咪咪也在结，待会儿以后看到也跟我结一下吧。这对小洛来说很重要。在做，竖屏，嗯，对。那你们多看我几眼，好吧。OK， 哎呀，我等会儿拍完了，我也，嗯，要得放松一下，要死了。可以，你安排，能不能安排密室啊？那么算了，你们应该不会想带着你对象玩密室，那你看吧，咱把睡衣那个一下，行。对呀，我们不是还有那个还没拍完吗？我们现在赶着回来把其他的拍了。早点拍完回家吧，明天还要出门。对啊，明天到了那边直播吧，明天到那边直播。明天我跟蛋宝一起去，我问问他哦。我给发给我。可以，等你安排啦。有没有多点别的那个合作的？就是我们，或者你看有什么和别的一些跨界的合作的，有这种资源也可以，我们大家一起做点事情。走吧，这个应该拍得快的。操，这个。哎呀，这个袋子坏了！我操，这么大的洞！我今天无语了，我想让他先给我结算。我在群里发了这个，然后冰姐说我声音太可爱了，一下子被治愈了。寂寞说你不开心了吗？等会儿晚上请大家吃个饭呗，大伙儿，请你们吃个楼上，怎么样？但是我还没忙完，
你们方便吃吗？还是冰姐你已经回松江了？你被治愈了，再给你们听一下吧。我听见无语了，我想让他先给我结算。因为五月份有个钱，到现在都没给我，然后我让他结算，我说你没谈下来的话，你先给我结算了吧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再聊了，再聊。但是他赊账了一个，你知道吗？他赊了个账。哎，你正好你没出门呀？我以为你已经出门了呢。穿这么少是吧？我操，就是回你家就拍穿这么少拍呀。拜拜。本来想回你家穿给你看的，怎么回事呢？怎么出门呢？还好你看到了，不然我白穿了。正好碰到柴西出门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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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。我没问题啊，你发呗发呗，不许穿给他看。没有，我本来工作的眼里已经失去光了。电视，我在回家的路上向义修啦，我然后看了一下热搜里的季节很美，我又开心起来啦。哎，我还没有工作完呢，我现在到家到小区了，但是我还有东西没拍完。我现在很积极，其实他我都很久没跟他聊过天了，我都忘了，我都不知道了。然后，但我还是主动跟他说，我说如果有一些，就是其他方面的合作，大家都可以一起去做点事情。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要自己主动一点去聊比较好一点。听脚不脱痕，那么肯定穿脱痕呗。我没拍完啊，我拍完去找他，因为我必须这周把这个拍完。这今天周几啊？今天已经周五了，我明天就去江西出差了，明天后天都没时间拍。还好我今天就是摄像老师还有空。什么？我在我们 TFBOYS 上面，那也太牛了吧！等一下，我跟他说一句。但是这个不是因为你们那边。就是各个媒介一起冲的才比较猛嘛，因为我没搞懂这个逻辑，所以我想问一下。可以可以，等你通知，等你通知啊。我等会儿选，我还没下班呢，等一会儿。我大概看了有好几件挺好的，等会儿给你。这样不能让你们看到楼层啊，虽然不是我家。对呀，这个治愈了我。我本来今天前面巨烦躁，眼里都已经没有光了，稍微好一点了。我们尽快把这个拍完，然后晚上还有一个，我可以明天白天拍。我可以，我其他我最后一个视频我可以晚点拍，但是这个必须今天拍，没时间了，后面也没人帮我拍。这个。是这个地方，我看看我没记错。哎，
嗯，那你开吧，开吧。我炒这么多水果啊，柴米。哦，薰衣在吗？哈喽，我过来拍个东西，刚还碰到他了。小鸭子不要，把这儿当。哇，这谁送的？谢谢唐吉诃德的心动套。就坐在这儿。对，就坐在这儿。谢谢唐吉诃德的心动套。谢谢唐吉诃德的心动套，谢谢唐吉诃德的极速浪漫为爱包的爱心便当和甜蜜情书。他说要这样把腿露出来，你妈。这样坐在这里，好那个，这会不会太陷下去了？我，你觉得坐在这里吗？这里太陷下去了，我觉得我想坐在这里。可以。这上面。然后你这样斜过来。斜过来就好。对，你这样斜过来拍。嗯。唐吉诃德要升级为羊驼大人了。有男人，那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个男人已经跟拍了我一天了。这男的谁？哦，一看问这个问题的就是不怎么看我直播的，是我的御用摄像师。领口开这么深，什么都为什么什么都看不见？因为没有。因为刚刚蛋宝发给我的时候就是游戏热搜，然后我找半天我都不知道从哪儿看，你知道吧？不吃，谢谢。我不想带这个，这个会挡住我的身材吗？但这个有点假。我本来想跟你说带那种领口夹的那个小蜜蜂的，这个我夹哪儿呢？要不就把毛毛穿，然后那个放里面。这样呢？或者它有点现实。这样不好看呀，这很不好看。你觉得我头发这样披着，还是我拿个那个把它弄起来？竖起来，就跟那天一样，竖起来。行。啊，拍之前发个图吗？行，我用那个他设计相机里面的那个取景吧。然后因为坐沙发下面它陷的太深了，所以我坐那个沙发的扶手上。咱再垫一点，但垫不了一点儿，没法垫。你问问他。会拿灯，拿灯打。可以啊，薰衣眼里好有活啊。今天这个头发不是很好看，应该是这样子，然后我把它抓散一点。再把它，这样好看吗？嗯，要不那个稍微把前面湿一下，然后重新吹一下，因为现在已经从就分柳了，刚才那个。就是下雨，看起来还好啊。或者就重新，
就是中分一下，把那边显得弧度更高一点。收音机在那个。嗯，没事，我感觉应该是，因为这个是我可能今天护发素没有冲干净，然后导致它那个根部它有点粘连在一起。老师，你先坐上面，坐上面光可以。嗯。因为这样子，因为坐这上面才比较好，就是把就是这样。但是好，这个方便那个吗？他截的那个图是只露了一只腿啊，他是露哪边呢？这只、那个、不对，你看一下我给你的那只。直播哦，他拍不到我的腿。看看腿，没有腿高位截瘫。啊，这么快掉没了。好了的话，你用这个是拍一下那个取景。嗯。哎，你好像这个位置还可以，可以再往高一点吗？这个我是的，我觉得够。对对对。爱看不看，又不是给你看的。Okay. 好，
我把头发弄一下，要不就先这样披着，还是弄起来，要不就是这样子，就是这样子弄在后面，就是拿那个皮筋弄一下，然后把它扯松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在后面。好，你拍了吗？嗯。好，我发给他。但不是正脸。没事，我先发给他。这个要哪看？你拍的这个，这是有点过曝还是什么？这是要发给客户看的。啊，那我没看。那你等我把一下吧。俊逸，他走了吗？好，我去。找到一个抓夹，颜色跟我有点不搭耶。拿出去。皮筋儿呢？橡皮筋。女人怎么心啊，这也不是我觉得是这个头顶有点，对，所以我说要不要有点，你洗一下，或洗肯定不可能。我看它有夹板，我夹一下，夹板不对劲儿。这个对，什么直播的机会浪不浪费，没办法啊。那你先拍一个吧，拍。等一下，他应该是这样吧的，他截。然后你那个菌好像不对，他要拍。你先给我吧，没事，我先发给你。现在。嗯。坐着拍全身的。看他那个视力图了吗？我看看，他是站的吗？他如果是。那个是坐的。那是坐着的。我给你看，你可能没注意。坐着的。
但是那个坐在正中间，我给你看，你看，哦，这个应该是这样，然后这样子的，这样子吗？怎么突然说？那我自拍。你用这个直接拍吧，你用那个我总不太对劲。对，这个还不如那个那啥。没事，你先给他拍嘛。不是，我是说这个相机，因为他这样的话，他没有办法调那个曝光，肉眼看和这个不一样。嗯。